朱元璋，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便是杀伐果断、铁血皇帝。可是，却鲜有人知晓朱元璋还是一位经济学大家。在货币制度上，他曾经颁布过一条政令，直接改变了明朝的铸币货币制度，让很多的贪官无所遁形，称得上是一种跨越时代的方法。那么，洪武大帝朱元璋到底发明了一个什么方式方法呢？至今都被后人津津乐道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危机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朱元璋的故事。被忽略的才华。1328年，朱元璋出生了。当时正值元朝末年，各地灾祸不断，起义军遍地都是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注定朱元璋的童年是坎坷的。母亲、几个哥哥、父亲先后死亡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朱元璋去了皇觉寺当和尚。几年之后，寺庙中的经济也开始拮据，在住持的要求下，朱元璋外出化缘。正是在这期间，他的视野、认知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多年之后啊，长大成人的朱元璋收到了发小的邀请，正式参加了郭子兴的起义军，开始了传奇的一生与辉煌的军旅生涯。在此期间，他不断得到李善长、刘伯温、常遇春等将才的帮助，终于在奋斗15年之后，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。或许是因为农民出身的原因，所以朱元璋对自己的背景稍微有点不自信。功成名就之后，他为了维护朱家的江山，开始大肆屠戮功臣。洪武年间最有名的两大案件，一个是胡惟庸案件，还有一个是蓝玉案件。两大案件让几万开国将领身死道消，朱元璋也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。回看朱元璋的一生，他的人生前期一直在打天下，人生的中后期又在与开国功臣斗智斗勇，大肆残害开国的重臣良将。或许也是因为这一层原因吧，所以很多人都只是看到朱元璋的铁血手腕，却忽略了他的治国才华，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头脑。其实在经济治理方面，朱元璋有着很高的才华。比如大明王朝建立之初，明朝一直面临着一个千古难题，货币问题。可是朱元璋仅仅在原来的货币基础之上加了一个字，就解决了这一个大问题，为明朝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商人与货币的发展。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，货币制度更是源远流长。早在商朝建立的时候，一些人发现商品通过低买高卖便可以从中牟利，这便是商人最早的雏形。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，800诸侯国中的宋国以经商致富，又因为这群人是商朝的后裔，所以商人这两个字便正式出现了。自此之后，宋国的商人便来往于各大诸侯国之间，通过各种商品交换来赚取财富。此时宋国也拥有着春秋战国时期最大最富有的市场，不过那个时候因为货币不通，所以经商也存在一定的阻碍。直至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，这种情况才逐渐消失。称帝之后，秦始皇立刻统一了国家的货币，让中原的商贸经济大肆发展了起来，经济文化等都得到了应有的交流，商品经济的利益也达到了一个巅峰。在巨大的利益面前，很多商人都会铤而走险，更甚至会走上假币的道路，而这一混乱的经济现象一直都存在。俗话说，守业比创业难。朱元璋虽然可以马上打天下，但是却不能马上治天下。建国之后，他除了要稳定当时的农业之外，还需要稳定当时的经济发展，首当其冲的便是货币。货币问题一直都是世界性难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古代的货币制度与现在不同，现在使用的是有特殊防伪标志的纸币，而当时使用的则是铜铸造的钱币。
放到现在来说，铜的价格虽然低廉，但是在古代的产量却相对稀少，再加上它的化学性质相对稳定，所以是很多国家货币原材料的第一选择。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很多有心人发现铅与铜的属性很相似，而且重量也差不多，不过铅的用处不是太大，所以价格相对低廉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有些有心人便开始在铸造钱币的时候向其中加入一些铅类的物质，将多余的铜装入自己的腰包之中。当时钱币的铸造属于官府所有，他们将铅掺入货币中，以面值抛入市场中流通。一段时间后，当钱币有了磨损或者其他的名义，再以低价将这些铜币收回来。这样高抛低收的策略，一来一回之间，贪官污吏便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。虽然很多执政者对此实施了各种规范与政策，但是效果都不是很显著，主要原因就是找不到责任人。众所周知，洪武大帝出身农民，他从小就对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，所以更痛恨这种变相贪腐的官吏，改变大明王朝的货币制度更是刻不容缓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朱元璋想到了一个好方法，而这个方法的妙处便是责任到人，一举改变了这个困惑统治者许久的难题。在货币中加一个字。大明王朝初建后，中央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，为了更快地恢复各地的经济，朱元璋只能将货币铸造的权力下放到各省份。货币铸造是一块很大的蛋糕，虽然朱元璋惩罚贪腐的手段很残酷，但是在暴力之下，肯定有那么一些不法的官吏思想会很活跃。起初大明朝的钱币上仅仅只有洪武通宝四个字，其他方面无论是规格还是样式几乎都是一样，即使有假币进入市场，也无法追踪到是谁制造的，无形中会给市场造成一定的混乱。苦思良久之后，朱元璋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，那便是在铸造的钱币上都加一个字，而这个字便是每个省份的简称。比如说河南省铸造的钱币上会有一个玉字，而北京市铸造的钱币就会有一个京字。虽然仅仅只多了一个字，但用处确实很大。当货币出现问题之后，通过钱币上的字样便可以找到铸造钱币的省份，进而找到铸造钱币的部门，再进一步就是找到当时的责任人。这种责任到人的管理制度放到现在来看也是非常科学的管理手段，极大地提高了明朝官府的办事效率。回顾洪武皇帝执政时期，虽然当时的商品经济受到了极大的限制，但是整个社会的民生经济却不断地向良性发展，社会发展短期便得到了快速的恢复。古时候贪官们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顶风作案，无疑就是因为一句话，天高皇帝远，即使出了事情也不一定会找到自己头上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贪官们自然会有恃无恐，而朱元璋在钱币上加上省份的简称，无疑会让那些贪官污吏无所遁形。方法虽然很简单，但却是非常的有效，称得上是一招阳谋。其实朱元璋的才华远不至于此，建立明朝之后，朱元璋曾经将天下的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，其中商人的地位是最低的。放到现在来说，对职业进行高低的划分是一种很离谱的行为，然而放在当时的情况来看，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，也从侧面反映了朱元璋有着异于常人的思路。古代以农业经济为主，可以说农民是一个国家的根本，而商人居无定所，对一个国家的感情飘忽不定。秦国早年未央的重农抑商便是这个道理。不过在朱元璋的眼中，商人的地位虽然很低，但是想要管理好天下，必须要有这群人的润滑，只要能够掌握好一个尺度便可。回首洪武时期，商人虽然有钱，但是地位却不高，
衣食住行等方面有着很大的限制。农民虽然没有钱，但是地位却比商人高，而且还有上升的渠道。这一松一紧之间，朱元璋便很好地稳定了社会的和谐，既压制了过度富裕之人，又给了贫苦百姓一个上升渠道，实现了一个相对的公平。可惜的是啊，这样一个相对较好的制度却在明末时期被玩烂了。大权在握的东林党大范围进行官商勾结，老百姓被压榨得体无完肤，最终起义军遍地，狼烟四起，偌大的大明朝轰然倒塌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如果您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